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松哥，好久不见，最近一直在放飞片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，反正没有差别。哦，还有今天看到没有，特别戴上口罩的，那我今天来做火种，相信各位在市面上其实都可以买得到火种，但今天就是一个中秋节一个教学哦，大家可以在家里 DIY 的东西啊。就是这个，首先桌上会先看到沙拉油、卫生纸、碗，这个是主要是这两个东西要存在，这两个，这个碗是次要的。嗯，对。首先我们先教做法，首先你必须要有一张卫生纸，啊、嗯，你先把它揉成一颗球，那、啊、球要长怎样，随便你，你爱咋你爱咋，就是。这样搓一搓，它就叫一颗球啊，看懂了吗？我相信这个应该幼稚园小朋友都会吧，揉成一颗球，就是对，揉成一颗球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要准备这个，不一定要准备这种大碗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怕弄伤手，所以我们有准备快餐碗。然后接着就是要把这颗球去沾这个沙拉油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碗里面先加入一点点的油，不要太多，不然你爸妈如果在旁边看，他一定会杀掉你。对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哎，刚刚好，这样差不多，好像有点倒多。那首先拿出你的筷子，筷子非常重要哦。哦，我握筷子就长这样，没什么差别，只是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把它沾到那个油，像裹那个炸物裹东西一样，转圈哦，转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各位看到没有？好，没有关系，它分开来是没有差别的哈、哦。然后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张纸，好，抽出来，各位拿这张纸哈、哦，你接着呢要把它包覆起来，就是用一张纸。把它夹出来，放在这上面，非常简单吧，各位朋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把它包覆起来，就有点像把东西包覆起来那样的感觉。哎，对，就是包覆。啊，你要怎么包覆，那是你家的事情哦。这部你爱怎么包就怎么包，没有一个一定哦，就是随便包，爱怎么包就怎么包。啊，像现在我就包好了，这就是一个火种。对，非常简单实用，到时候把它丢进去，它就会生火，非常简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办公室上去哦，刘小龙先生，来，我们要跑，刘小龙，不是要扶爷爷，等下奶奶拿爷爷的衣服，带着我们的小张有一点火。哦，有，不够长，非常好，好换一边。哦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有轻在下面，要蹲下来。这个气要换的长，不用太快，不要缓慢的长。我还是会唱歌的。
那我们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，最后再提醒各位，烤肉的时候记得戴口罩。